在当今娱乐圈，有这样一位女演员，她本人的热度或许并不在最顶尖之列，但她所参演的作品却屡屡成为热门话题，她就是周雨彤。这位女演员以其独特的体质在演艺界闯出了一片天地，她的故事和作品一样值得人们细细品味。周雨彤毕业于著名的表演学府，科班出身的她凭借扎实的演技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，让她在多部影视作品中都有着出色的表现。尽管她本人并不常出现在热搜榜单上，但她所参演的剧集却总能引发观众的热烈讨论和追捧。在最近的一部热播剧中，周雨彤饰演的角色深入人心，她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精湛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。这部剧集不仅在播出时收视率高居不下，更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，周雨彤的名字也因此被更多人所熟知。然而与作品的火爆相比，周雨彤本人却显得格外低调，她很少参与各种综艺节目，也鲜少在社交媒体上曝光个人生活，她似乎更愿意让观众通过作品来认识和了解自己。这种低调而专注于作品的态度，让她在娱乐圈中显得尤为独特。周雨彤的这种独特体质在演艺圈中并不常见，她不像一些流量明星那样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，但她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够引起关注和讨论。这种作品火人不火的现象，恰恰体现了她作为演员的专业素养和对艺术的尊重。对于周雨彤来说，演员的身份远比明星的光环来得重要。她曾表示自己更愿意将精力投入到角色的塑造和作品的创作中，而不是追求一时的热度和名气。这样的态度让他在演艺道路上走得更加稳健和长远。总的来说，周雨彤是一位具有独特体质的女演员，她的人淡如菊与作品的火爆形成了鲜明对比，这也正是她魅力的一部分。她的演艺之路或许并不像一些流量明星那样星光熠熠，但她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够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，这无疑是对她最大的肯定和鼓励。